现在另外一个比赛的巴西对克罗地亚正在点球，然后现在在场的阿根廷球迷全部在盯着电视机看，他们都在关心那个点球到底是克罗地亚赢还是巴西赢，因为阿根廷球迷希望巴西输掉这场比赛，这样万一阿根廷晋级的话，阿根廷的对手将是克罗地亚，